人多热闹，吃饭香。今天带着阿平逛一下咱们这个村子，转一转看一看。本来想带他去姑姑那边的，中午比较热，而且我也可能有点感冒了，就睡了一会。现在带他去转一下。啊，养牛在那一头，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了啊。这是我们家的宅基地，这一块吗？这一块。这一块都是啊，这个种玉米的这一块，但是前面有一半不是啊，就是你现在看得到，目前看到了，这一块是大哥的，以后这里就叫大哥起个别墅，大哥哦，原来大哥是地主，地主啊，这一片都是他了，你看我们家的玉米都成了，你看，玉米都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都熟了，你看，这个饲料玉米你还没有看过吧？它掰。掰下来是那种粉粉的那种感觉，好硬哦。你晒干之后，你看，粉粉的。是啊。粉的。对，再大一点，再那个。就前两年，我在那边地里面掰的，前两年。没有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前两年也是机器，但是这一块呢，没有机器进不来，这是这里面嘛，所以现在的话就。现在也不可以进来啊，是吧？现在不知道哎，正常的话是这一块也不是很大块，你像外面的它就是一片一片的，不然玩到那个玉米收完再回去呗。要不要去厦门玩？我看好多朋友都说叫大哥带你去厦门玩，我们不是想宰大哥一顿吗？对，我带你去赶海，然后吃饭都大哥负责。好像有点不忍心了，宰他一顿。宰完一顿了，有点不忍心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，这个海绵那个奶奶那里的好吃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你不要吃皮。这个可能没那里甜，我再给你找一个。不是很甜。这个应该没有他那里甜，这个放两天就熟了。应该可以吧？这还不够熟，不行。你想要我就摘给你，放两天也可以吃的。摘下来看看现在能不能吃。不行，过放两天就可以吃。我再给你找，别人有没有朋友的？哎，不会，我们这里逮到一个柿子，熟了吗？快了，软了。你吃一口。你这个肯定是涩的，我再放两天，软了。它是脆的还是软的？哦，树上熟的好吃哦。我感觉这个软的可能又被虫咬了，你信不信？肯定特别涩，这个闻一下有没有坏？可以吃吗？哎呦喂啊！整个嘴巴都是涩的。来，咱们准备摘南瓜苗了。你不是爱吃吗？对啊，这里都可以随便摘，姑姑的。哇，还挺嫩的呢。啊，那些粉丝看到我们摘这个啊，哎呦喂呀，急死掉，就不能摘长一点。最喜欢吃这个了。最喜欢吃这个，来这里不怕没这个东西吃。哇，这里面结了好多南瓜呀，都是南瓜，走到哪里都是南瓜，有，到处都是南瓜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南瓜。这种南瓜好吃，这种好吃吗？蚊子很多，不摘了。等一下叫我婆婆去邻居那里，我们回去路上有就摘一点，那里也有。摘这么多，好。明天我们去抓鱼，上山去抓鱼去。南瓜现在还没熟吧？现在还不够老就是了。这里的南瓜苗不够嫩，老了。这个这么长。今天晚上绝对又要吃的挺晚，吃的晚有个好处，现在还不饿啊？现在是还不饿，但是吃的晚还有个好处，就是不会想吃宵夜。吃的太早了。哎呀，那个半夜都饿了，很难受的，特别是在乡下，外卖又点不到。这里外卖不到吗？没点不到外卖的这里。根本没有。对。想吃了。阿皮想吃了，晚上让大哥给你煮。想吃个不要紧，张张嘴的事儿。我不想吃大哥煮，我想吃阿金煮。大哥煮
煮都不好吃，还浪费食材。你看一脸、啊、一脸呆呆的，他说可以啊。阿青啊，目光所看，随便整哈。叔叔说了，呵呵，随便拔。阿平过来，挑那个大颗的拔起来。大颗的，拔得起来吗？这里面有没有？会不会有小动物啊？真的是，你不进来你就在那边叫。就随便拔可以了吧？一戳拔起来。嗯、对对。一二三，呀、yeah! ！可以吧？可以。那应该可以了吧？我试一个，吃一个生花生先。什么？好吃不？是从自己来的吧，长到零。放那么多。耶、yeah。哇，好多啊，一颗。这么多啊。别拔喽，走喽。大丰收。别拔喽。够了。我走了，我要出去了，走了，真的不要拔喽。等过段时间熟一点再拔，你看这有的小小的，拔下来好浪费。对啊。走嘞。哎，我不站里面了。这个拿来水煮花生应该好吃。好吃啊。嗯，走嘞。哎哎，发生了啥？偷花生？谁说我偷花生的？光明正大的拿。你看后面是谁？你爸在后面，他拔给我的，还是我偷花生？哟。该是谁了？那我们回去水煮嘞。大不对，大不对，大丰收。我感觉我好嚣张的样子，一脸嚣张的样子，拔了一堆花生回来了。哟。啊，这明天拿来水煮花生的啊！哎，拔花生去。就站在旁边看着人家做事的感觉就是好。准备开吃了，开吃了，笑笑，等一下吃点饭的时候吃点鱼。反正你在我家待一个月，稍微会长一点肉，人多热闹，吃饭香。好，站着吃的多是吧？我不在家，你可以叫大哥带你去玩去吃。下次你就会了，在外面，你要端碗面，天天在外面吃没那么好吃。嗯，下次我跟你讲，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那个位置，咱们蹲在那里一起吃。端碗让啥呢？哪里？端个碗，我们吃完面就蹲在那个树下面。不好看那样。没事，这里都这样子。如果有那种，就你从那个，他们那个好甜。那边带回来那种还好吃哦。那种甜的不行。嗯。